财产呢、啊？哦，本来不在你的名下。对对。然后你姐姐的，然后你把它过户过来，发生什么事？人家就找上来了，欠债人家找上来啊。哦，你本来就欠债了。哎，对吧？我欠债。你是欠多久？欠十几年了。然后你是最近才过户哦？哎，过户到一年多。然后就被查到了。哎。哦、是啊、哦，这么快啊！对，我若唔卖嫁哦，起来国无财产，你要放下。啊，所以恁这阵嘛是用赠与的方式给你的，对。我用嫁哦的啦，我亲姐姐啊。亲姐姐。啊，啊，伊无迄落啊，伊也无嫁啊，无迄落啊。对啊，啊，不过你要安怎会使？唔是用买卖嘛？唔是啦。啊，无你要怎嫁好？唔是用赠与。我大姐，我就是在直接嫁予起来啊。啊，嘛是算赠与啊。嘛无算赠与。嘛无算赠与。系直接我。啊，无免交税金。免。哦，啊，恁即个无伫啊吗？阮大姐嫁新去啊。啊，所以你是嫁新，你就该。啊，无。啊，伊无嫁你啊。无，伊无嫁啊。最主要我卖去嫁就好，卖嫁伊就无人。你是迄当阵是袂吉利，还是想？我想人家讲，你若无嫁哦，会去互政府征收去，啊、对不对？啊，会去互政府征收去。我迄阵都我有查某囝，嘿，我去互查某囝就好啊，伊嘛袂迄落。哦，对吼、哦。嗯，啊，我唔知影，我甲嫁哦，我遮啊就来啊。哦。就变一日就查来啊。哈哈哈！啊，十几年安尼利息，安尼嘛足济嘞。哎，都一日利滚利啊。对啊。变300多万啦。啊，你这安尼嘛无够行啊。无够行，迄个反正我拍袂了了，就只个拍算啦。啊，咪哎，佫继续滚哦。那一直滚，你这若拍袂掉，你可能爱成形，无到时阵嘛是同款。袂啊。我无半项啊。你两袖清风。啊，我无半项。我若卖这间厝嫁户过来，同款是20年嘛，还要给你落来，对，我无物件，伊是要甲我放下，对吧？